喺呢一度餐餐唔係食海鮮啦，就係食地道美食。如果咧唔做翻啲運動咧，你話個肚腩點搞啦？咁所以今日就帶大家咧嚟到青島市內啦，最高嘅一個山峰信號山。咁啊，等我帶大家去遠足登高，跟我行啦！呢一度咧真係好舒服啊！其實我自己都幾中意啦，青島呢種獨有嘅紅瓦綠頂嘅歐洲色彩，特別咧係有我身後邊嘅呢啲咁嘅歐綠色嘅別墅啊、房屋啊，好令人有一種咧時空交錯嘅感覺。咁你哋話啦，呢個角度望出去，似唔似去咗歐洲呢？好，終於上到嚟山頂啦！咁呢度咧就已經嚟到旋轉嘅觀景樓啦。咁喺呢一個蘑菇形嘅建築上邊咧，就可以見到咧整個青島嘅海景噶啦。